绿茶婊，愤青男生，你这公车，出气机车。妹啊，你笑我一点嘛！我要换新环境了。这边请。这也很高级耶。我是阿姨家，我们要帮人家好好保护房子，知道吗？我在跟你讲话，你有听到吗？我刚刚不是有看你了吗？请问两位是？香婷，让我来介绍一下，他们是新搬进来的住户，韩善美小姐。不是，我们不是现在才来，我们早上就搬过来。既然入住到天虹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们就要学会互相包容、互相扶持、互相成就。为了天虹这个大家庭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拜拜。你姐真的混得不错，我们就演下去。我们会住在这边，是因为你欠钱哦。万一被发现、被知道了，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在我们这个社区，每一个人都戴着一个假面，就跟你一样啊，韩真真。你跟那模范生怎么样？我上次忘记问你的名字，我叫范彦智。庄英文。就我朋友啊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其实很多以前的事我都想不太起来了。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还好吧？这是我妈每天要我吃的维他命，可是我前几天去药局买，药师给我的跟我妈给的长得不太一样。妈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扯下来，然后他叫江正明的，一定跟他有关系。欢迎收看《阅文奇想》，我要特别介绍一位曾经是受害者家属的 C 先生。请问你刚刚在节目上对江正明先生的公开指控是有证据的吗？我只是尽一个我做父亲的责任，我要捍卫我女儿的清白。意思是你觉得是你叫他做的吗？你女儿比较重要吧？你有想过她的感觉吗？我想过她感觉，我干嘛上节目啊？你指责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你？那你做了什么？我战战兢兢的每天陪在他身边，就怕他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你说我做什么？我们决定明天召开记者会，正式跟社会大众鞠躬道歉。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啊！黄总，我跟郑敏都已经解释。闭嘴！这件事情如果对球团造成损失，或是大联盟那边的合约有什么问题，你赔得起吗？我相信问到江正明是无可能做这款代志。那即马甲我弄哦，伊一世人所有的打拼就毁了，拢乌有去啊呢！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上了，你现在只要好好读书，回来就可以当个 CEO， 这个机会你要好好把握哎。下礼拜五要不要继续看好本来？你是不是跟韩善美和女儿相处久了？你整个人都变了，你穿衣服跟她一模一样，意见也一堆，你少跟她来往行不行？你到底要把他逼成什么样子啊？范永成，你做不到是不代表你儿子做不到。韩真真，在你还没有搬来我们社区的时候，我们社区可是风平浪静，你一搬来就风波不断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在这一刻，你是一个保护女儿的爸爸，在下一刻，你可能就是杀人凶手。我拜托你们，我拜托你们放过我好不好？你怎么能保护你？不要，我不要你每次都把我事情安排得好好的，好不好？真的很讨厌你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装什么受害者啊？有没有看到一个短头发、大概十几岁的女孩子经过？谢谢。说了那么多，却
弄掉这个这么小的事情。